系的。其实可能是这个是之前的几年，这个是之后的几年，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例如说，这个深蓝色是2013年，浅蓝色是2012年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前面点的资料？然后橙色是2014年，紫色是2015年，对吧？对，你们累了吗？应该是我很累才对。可是你们有没有听懂？看到分成这么漂亮，分成两边，这代表什么？这代表我们这几年大家的努力呀，不是吗？你看嘛，之前的年是不是都在这边？而且你还记不记得早上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这个各县市这边啊，有看到吗？这不就在讲你知不知道？大家都不画出这些线，你也不知道你的成效在哪里啊？可是你是不是就应该多画出这些视觉化图表来去说明？好，请问大致上没有问题哦。这个前面这四条线就是前面的2012到2015，后面的这五条线就后六条线，1、2、3、4、5。因为2021年只有一个点，就是它只提供第一季。好了，